弟兄姐妹，早上好。请我们现在翻开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天上传递在此上天这类天赋，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罪人，是你用慈深爱所把我们聚在一起。亲爱的天赋，在这动荡的时代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这地，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在这新的一年里，求主仰脸光照我们，求主让这疫情早日过去，好叫我们来更多的来经历你的慈爱，更多的来亲近你、信靠你、爱你，好叫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保得你。丰富的生命，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愿你的名被高举。祷告不配，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Oh.
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倚靠你，求你不要使我羞愧，也不要使我的仇敌胜过我。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但那些无故以诡诈待人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求你把你的路径教导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我整天等候的就是你。今天我们很高兴，又是林师母来为我们讲道。林师母今天讲道的题目是"新年以神为首"。
林师母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4到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师母。送走了2020年，马上就迎来2021年。是信实的神以他的恩典、慈爱和怜悯领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年。现在面对全新的一年，你的心情如何？是带着满怀的希望，因为确信这一位信实的神绝对不会丢弃我们，或是仍旧信心不足，对前面的路充满忧虑与不安呢？耶稣深知我们一切的需要，在他的登山宝训中三番四次的劝勉我们不要忧虑，他教导我们，既为天国的子民，就当以神和他的国为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的一切负全责。即使如此，我们又岂能不以神为首呢？弟兄姐妹，新年蒙恩，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2020年我们过得很不容易哈，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这一位信实的神带领我们平安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现在我们面对全新的一年，弟兄姐妹啊，当新年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说，做一件事要有好的开始。现在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最好的开始是什么呢？啊，我就想到耶稣登山宝训。弟兄姐妹记得吗？去年10月份，我开始跟弟兄姐妹开始讲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讲到耶稣的所讲的八福，我们讲到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到天国跟天国的子民啊，我就想最好我们新年就回到耶稣的登山宝训，去看看耶稣对我们有什么的教导。所以今天我选的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新年的勉励，我们彼此的勉励。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神居首位。耶稣在第24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马门，我们看到有小字写作是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钱财的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耶稣就把这个大前提拿了出来，跟我们说，在一切的事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一切的事上，我们要先让神居首位。神居首位，这个也是从旧约一直以来神的教导。还记得在十诫，神给摩西的十诫里面啊，第一诫就是什么？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要我们专一的侍奉他，专一的爱他。然后在约翰一书第2章15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见神跟钱财，你只可以拿一个，你只可以选择一个。神与世界，你也只可以选择一个。那我们不能两个都要，因为你爱一个，你就要拒绝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要爱世界？使徒约翰说，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因为我们如果爱世界呢，爱世界的这个心就会把爱父的心推了出去了。所以同样的，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不能侍奉马门，不能侍奉钱财，又侍奉神呢？因为如果我们往前一点看，第6章21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在教导我们对钱财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耶稣说，不要只赚钱财在地上，因为在地上的钱财有虫可以咬，有贼可以来偷。但是我们如果把财宝存在天上，就永恒，直到永恒的。所以这里耶稣对我们教导很清楚，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搞好。我们要先认识，要先是学习实行，在一切的事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神放在首位。因为如果把神放在首位的，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会有正确的观念，就会正确的放在正确的地位上面。好，耶稣又讲了第33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给你们。等下我们讲其他一切是什么。我们先来讲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开始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解释了很清楚，神的国是指什么。神的国在天上也在地上。神的国不是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我们这个肉眼看不见，因为神的国是个属灵的国度。神的国是指什么？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的国就是讲到神掌权。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不是愿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旨意能通行无阻的地方，
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掌权。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讲到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公平以公平公义来执政的一个国度。耶稣在主导文也已经教导了我们神的国是什么，天父的国度是天父的旨意能通行的地方，是天父掌权的地方。主耶稣自己当他受审的时候审判啊，在比拉多面前，主耶稣跟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因为主耶稣的国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哈，这个属灵的国。有一次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天国在哪里啊？耶稣怎么样告诉我，耶稣说天国你们眼睛看不见的，你们不能说天国在这里天国在那里，你们眼睛是看不见的，因为天国就在人的心里。如果神在我们生命里在我们心里掌王权的时候，神的国就是在我们心里。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第33节哈，我先跳去33节了，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国，现在来讲神的义。神的义是指什么呢？神的义就是讲到神一切的美德，神的圣洁呢，神的公义呢，神的信实呢，神的慈爱呢，神的恩慈呢，神的良善，这一切神的美德都是我们要追求的。如果我们先把这个优先次序搞好，我们先以神的国为首，以追求神的义为首，其他一切神都会照顾我们。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边说，他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为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今天拣选我们，照我们要我们什么？他照我们离开罪，黑暗的罪，黑暗的权势，罪的权势，然后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就是要我们去宣扬这一位神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先来追求神的国度和神的义，神一切的美德。那其他的一切呢，神就会为我们负全部的责任。耶稣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明白，他知道我们人一切的需要。所以在这里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我觉得是对我们这个面对新的一年啊，是非常有鼓励性的。我们通常忧虑，是忧虑前面的路，我们不会忧虑过去的事，我们是后悔过去的事，但是对前路茫茫，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会去忧虑。我们忧虑一些什么呢？忧虑很多事，我们人都是有很多的忧虑。但是耶稣知道我们最基本需要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说哈，在第25节开始，耶稣就说了，叫我们不要忧虑。耶稣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耶稣用所以这两个字呢？因为前面24节耶稣说嘛，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两个主呢，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呢，这个主啊的意思就是主人的意思，是 masters 啊，主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以有两个主人。神是我们的主人呢，还是钱财是我们的主人呢？那主人是什么意思呢？主人就是他有拥有权了，对吗？如果神是我们的主人呢，
啊，神拥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神，我们既然把这个次序搞好，神是，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拥有我们，那神难道会不理我们吗？难道会不照顾我们吗？那如果我们是让钱财做我们的主人呢？啊，这个就很可怜了。因为呢，不是钱财，钱财做我们的主人呢，常常我们以为说啊，我拥有很多钱很多钱，其实我们是让了钱才做了我们的主人啊，给他牵着我们走啊，是最可怜的。但是如果神是我们的主人呢，哎，我们大可以放心了，因为神就会照顾我们一切了。所以耶稣就说，如果我们搞好我们这个次序呢，我们就不用忧虑了。耶稣说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什么？耶稣讲了三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第25节、31节、34节，耶稣讲了三次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什么呢？哇，耶稣真的很懂很懂我们最基本需要什么。耶稣知道我们最基本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穿啊。我们吃什么啊？有时候我们想，如果我们不用吃啊，哎呀，你看我们每天花在吃的时间多么的多，特别现在我们都在家里，哇，很多人就常常整天都在厨房弄吃的了。我们吃完了一餐，刚洗好碗，又要想下一餐要吃什么啊？如果不用吃，你看我们多。我们就很多时间可以做别的事了。哎，但是不吃也不行哦。如果我们只是工作，只是工作，哎呀，没有的享受美吃，美食，哎呀，也是很可怜啊，对吗？那吃是必需品，我们必定要吃。记得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三次，三个试探，耶稣受三个试探啊。第一个试探就是什么？第一个试探就是吃的了，魔鬼跟耶稣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吃没有用，不是说吃啊不重要，或者是说你们不需要吃啊，信耶稣的人全部都不需要吃啊，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乃是说不要为吃来忧虑啊，不要为忧虑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穿什么。这一些呢，耶稣给了我们好多个理由为什么不要忧虑。首先我们来看哈，不要忧虑不是等于说我们就不用计划了我们就不要为明天来计划了。我们想要吃什么我们也要计划的，对吗？我们也要出去买菜，我们想吃什么也要出去买材料回来煮啊。不是等于说我们就不计划了，也不是等于说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关心了我不忧虑啊，我一无挂虑，我什么事都不管，我什么事都不想，我什么事都不忧虑，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不要过分的去想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因为耶稣在第32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说这一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当以天国的事为念。天国的子民就不是整天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一事是外邦人为念的事。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当以天国的事为念。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保罗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保罗说，我们有衣有吃就当知足，我们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了，我们就要知足，不要要求过高，不要整天都是在想这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追求了哈，吃喝穿。耶稣说不要忧虑，三次讲，第二十五节、三十一节跟三十四节。耶稣给我们什么理由呢？请大家看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你听到的时候是打开你的圣经、哦、所以你可以跟我一起看。耶稣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就是第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耶稣给我们这个理由，意思就是说，生命是胜过饮食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生命不是单单饮食这么少的事情，饮食是很少的事情。就是说 there is much more to life than just food、啊、生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重要的事、啊、饮食只是一小部分、啊、所以不需要这么担心要吃什么的、嗯、神是赐生命的神，难道他赐生命给我们就不理我们，不管我们，不照顾我们吗？你想想看，我们做父母的生了孩子之后是多么的疼爱那个孩子，是多么的照顾他，我们怎么会把他生了出来就不顾他呢？那我们生他出来要干嘛呢、啊、神是赐我们生命的，他赐我们生命他就必照顾我们的、嗯、然后又耶稣又说，身体不胜过、啊、衣裳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意思就是说，身体重要还是衣服重要啊？就是身体重要过衣服，身体不是单单衣服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your body is much more than your clothes 啊，你的衣服啊，你够穿，你有衣服，你不需要要求天天都要穿新的衣服，天天都要跟着潮流去想。哎呀，现在人家裙子是要短的了，裤是要宽的了，又怎么的 fashion 啊，怎么的服装啊，我就要去跟了、啊、哎呀，我要穿什么，我要配什么颜色才好看呢、啊、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嗯，我们不需要为这一些来去忧虑啊，忧虑、嗯、耶稣给我们这个理由，给我们知道生命是胜过饮食，身体是胜过衣裳。然后耶稣又给我们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忧虑无用、啊、忧虑无用的。我们看第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有哪一个人可以用你们的忧虑，用你们的思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啊，就是没有啊，或者是说啊，使我们的身量多一早啊。嗯，哎呀，我常常觉得自己这么的矮，哎呀，神啊，你多给我两寸三寸就好了。那我想来想去都没办法的哦，是吗？啊，都没办法增高了、啊、我十三岁这么高就这么高了，十三岁这么高就这么高，现在又更矮了，比以前更矮了、啊、年老了又缩水了，又比以前更矮了、啊、穿美丽的衣服啊，你穿美丽的衣服又怎么样啊？等你买到美丽的衣服，人家已经觉得这一件不够美丽了，现在流行的不是这个了，你已经落后了，是吗？哎呀，我们永远追不上的。嗯，我们忧虑，耶稣说你，我们忧虑能做什么呢？我们忧虑能不能叫我们的岁数多加一刻？所以我常常觉得真的是我们的工作做完，神觉得我们的日子够了，神召我们回去了。如果我们的日子还没够，我们工作还没做完，我们是不会走的。嗯，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教导我们，忧虑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跟外邦人有分别，外邦人都是追求地上的事，我们不要把注意力，不要把心放在地上。记得我还有跟弟兄姐妹讲过一次的道，就是说要思念天上的事嘛、
我们不用这么的挂虑地上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的挂虑都是白白的受苦。有一首圣诗我们都很喜欢唱的，就是耶稣恩友，耶稣是我至好的朋友，担当我的罪，担当我的忧愁。啊，里面有一句话说，多少的平安我们屡屡的失去，多少的痛苦是白白的受。啊，真的，我们的忧虑，这个是我们的天性，这个是很难改的天性，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去学习，我们灵命才会长进的，对吗？好，然后耶稣又教导我们要仔细的去观看，耶稣很会观看，耶稣真的好会讲道，很会讲道，很会观看。耶稣看到天空的飞鸟，啊，他就可以讲一篇道理。耶稣看到野地的百合花，他也可以讲一篇道理。耶稣说，你们观看，你们仔细的去观看，观看。啊，我们做人不要傻呆呆的，我们要懂得去观看哟，哦，观看。哎呀，因为从大自然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学到神教导我们很多事情。耶稣说，你去看看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神有没有养活他们？神也养活他。野地的百合花，哎呀，这么的漂亮，他也不为自己忧愁说我要穿什么美丽的衣裳，但是神给他这么的美丽啊，比所罗门王及荣华的时候更美丽，哇！所以耶稣说，你看看天空的飞鸟，你看看野地的百合花，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不是有一首诗歌吗？我记得国语团体也献诗都献过好多次了，就是野地的花，野地的花，啊，哇！这一切天父都会看顾的，野地的花不种也不收，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啊，神都养活他们了，啊，然后耶稣就说了，你看看哈，他们怎么样，神怎么样照顾他们，那你们还需要忧虑吗？第三十节耶稣说，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这也是我们的天性，我们总是信心不足够，总是信心不足，总是信心不足啊！小信的人啊，耶稣曾经行过一个神迹，就是他平静风浪啊。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耶稣也是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啊，有一个人曾经做过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听一个牧师讲道，那个牧师说，圣经里面讲到说不要怕，不要惧怕，讲了365次，就是叫我们天天都不用怕。他听了之后就回去自己查看查看查看，找找找，嘿，他说他找到366次啊，嘿，真是奇妙哦。如果366次，就是把那个啊，每四年我们2月份都会有29天，每四年都会多一天的，把366神年那个多了一天的都算了在里面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天天都不要忧虑啊，天天都不要害怕，天天都不要怕。有一位很有名的19世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是美国人，他的名字是叫做 Dwight L. D. L. Moody 啊，穆迪。穆迪先生呢，有在 Chicago 芝加哥有穆迪神学院。那个穆迪牧师啊，很会布道。穆迪牧师曾经说过，他说有两种的基督徒。头等的跟二等的基督徒，他说头等的基督徒呢，就是说我信靠神，我就不惧怕，我信靠神，所以我不用惧怕。二等的基督徒呢，是会怎么样呢？就是哎呀，我怕的时候我就快快来信靠神，
我怕的时候我就快快来依靠神。那弟兄姐妹啊，你喜欢做头等的基督徒还是二等的基督徒呢？啊，我们坐飞机，你坐过头等吗？我就没坐过了，啊，可能希望一生里面坐一次啊，一两个小时坐一次头等，看看头等怎么样啊，这个讲讲笑而已哈。那头等跟次等的很不一样哦，坐头等的飞机哈，头等舱的，跟啊 business car 就算 business car 都已经也是很好了哈。那我们通常都是坐啊，就是 economy class 哈，经济舱的哈。好，你要做头等的基督徒吗？就是我信靠神，我信靠主，就无论什么事我都不用惧怕，或者是我怕的时候快快来信靠主，哪一个好呢？那我们学习，都学习去选择做头等的基督徒好吗？我读过三句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三句的话，我们彼此的勉励啊。我虽然卑微，神不忘记我。人虽忘记我，神不忘记我。我虽忘记神，神不忘记我。弟兄姐妹，信实的神，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这一位信实的神，他不会忘记我们。旧约以赛亚先知讲得很清楚，就算喂奶的母亲忘记他的婴孩，我们的神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你们在荧幕上也能看见的 PowerPoint 上面。我虽然卑微，神不忘记我。人虽忘记我，神不忘记我。我虽忘记神，神不忘记我。神永远不会忘记我，所以我不需要挂虑。好，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生活的智慧。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很多的生活的智慧。首先，神居首位，再回到神居首位，就是以神为中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一个命令，这个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是一个 command， 是一个 present tense 现在式的。每逢希腊文用现在式的，就是说要常常做，天天做，时时的去做，不是一次做过就算的啊。这个是一个现在式的，我们要天天去做。然后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如果我们先把神放在首位，其他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弟兄姐妹，神过去的信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一位神，所以他必定照顾我们。我们要完全的去信托，我们要相信，因为耶稣说小信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去年的信心有没有比前年的增大呢？今年的信心会不会比去年的增大呢？长进呢？更多呢？希望我们继续不断的学习，信心越来越充足的去相信，完全的信托。耶稣三次的教导我们，三番四次的教导我们，不要忧虑，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信托，而且不单单信，而且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交托给这一位全能的神，知道他永远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他不会丢弃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耶稣说，我们的难处怎么样啊？难处日当，我们的难处一天担当一天就够了，
耶稣最后第三十四节说什么？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嗯，第一次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第二次三十一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到第三次耶稣讲的更近了，耶稣讲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担当一天就够了，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一天一天来。英文常常听见人说 one step at a time， 一步一步来，和 one day at a time。 那不要想的这么长远， one day at a time， 一天过了再一天，一天担当一天的难处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今天的嘛，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可能不会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来的，没有人知道明天会不会来。所以不需要为明天来忧虑，一天担当一天。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说什么？我们每日的饮食，求天父是每日的赐给我们。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就说我一个礼拜需要的，天父啊，求你赐给我一个礼拜需要。没有，要我们天天去依靠他，天天去信靠他，天天去交托给他，天天拿我们的粮食。旧约神在旷野里面养活以色列百姓，用从天降马拿给他们，也是天天要他们去受洗，施洗回来就是天天一天担当一天。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说在今年里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们今年会遇到什么事，今年会怎么样，我们的道路会怎么样，我们的工作会怎么样，我们的家庭会怎么样，我们的健康会怎么样，我们的社会会怎么样，这个疫情会怎么样解决，经济会怎么样，哎呀，全部都是不知数。但是最准确最确定不会变的，最知道的就是这一位神不会改变，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要信靠他，要信靠他，要让神居首位，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耶稣应许我们，其他一切天父都要照顾我们，其他一切神会为我们负全部的责任。弟兄姐妹，我愿意用两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做今天讲到的结束。大家在你们的 PowerPoint 上面都已经看到，我希望如果大家看到的话，你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出来好吗？首先我们看诗篇第三十四篇，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九节到第十节。弟兄姐妹，你看着一幕，或者是你有圣经的，我们大家，你从你的家，我从我的家，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做结束好吗？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确实隐卧，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好处都不缺。好，最后的两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一，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到三十四节。我们就读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大家一起从你的家来读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神都要加给我们。
我们同心祷告。感谢我们的主，你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这么多的生活的智慧。我们感谢爱我们的神，信实的神，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日子，有新的机会去认识你更深，去爱你更深，去侍奉你更深。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开始，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要以你来居首位，要让你居首位。神啊，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一切你都要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讲容易，做是很难，我们很难没有忧虑，很难不为明天忧虑。主啊，求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一天一天的学习，一天一天的学习进步，一天一天信心增多，一天一天我们依靠你更多，一天一天我们更放下自己，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把众弟兄姐妹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位信实的主，他掌管我们明天。所以我们尽管放心，每一天都可以放心，把自己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交托在这一位全能的神，慈爱的天父的手里。但愿三位一体的真神，你保守看顾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更蒙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葬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